大家好，我是宝海之鱼啊。今天玩的这款游戏的名字叫做《战锤 40K 暗潮》，这是一款非常激烈残酷的动作射击游戏，你将击杀无数嗜血凶恶的敌人，而且呢还是可以支持多人联机的。不过目前还没有朋友跟我一起玩，所以我只能先单人试玩一下啦。这是剧情动画是吧？这是外太空哦，这文明应该是很先进了吧？我这是虫洞吗？哟，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可怕的怪物？穿越虫洞，所以说里面有很多虫子的吗？有很多的虫子叫做虫洞，所以他们的脑子里面有很多的虫子，这也太好笑了吧！哇，这个有点像那种废土风格呀。哦，感觉很刺激啊！打不开，直接砸了。哦呦！哦呦！哇！刺激刺激！一看这游戏啊，就是那种让人杀了很过瘾的那种 PVE 游戏。创建特工就是选择人物了是吧？这个是变种人，会从非物质界汲取力量来增强自身强大的精神能力，就是巫师。这个就是士兵，应该是万金油吧。你要是其他特工玩不会的话，玩这个准没错。这个是战士，哇，这个体型大呀，但是这个人的比例怎么这么奇怪了呀？头好大呀！对于这个身子来讲，哦，亚人类，哦，他是亚人类，不是，他不是人类，难怪啊。虽然强壮且忠诚，但是智力有限。为什么每个大块头都是智力有限的呢？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看谁玩对吧？像我这么聪明的人玩他，那智力也能强行提高啊。好，我觉得还是选择这个亚人类吧。哦，这就是我吗？哇！真的好奇怪呀，这个人啊，面部为什么是男性的呀？我想知道有没有女性啊？这个亚人类有没有女性啊？啊，这个男的好丑啊！哎呦，我的天哪，这都是些什么面部啊？哇，好丑啊！我的天，哎呀，这目前来讲啊，这么多颜值当中，可能就这个稍微帅一点了。发型以后一撮小毛，哟吼！我怎么感觉配上这个发型之后，更傻了呢？哦，这就是那个什么星球是吧？我乘坐这个东西上来的，我是囚犯。哦，那个大块头就是我，最醒目的。哟，这什么脸蛋啊？好可怕！ Keep him intact, no accidents. This one, however, 就是我。感觉生存在这样的世界中的女性都非常猛啊。I'm loyal, served the throne. But of course, I'll just let you out now then. Shame you'll never get to prove that. 哟，怎么回事？哦，发生暴乱了。哟，这什么？自爆的吗？感觉像自爆怪啊。真的就是自爆怪。这过来是拯救我们的。哦，是来拯救他的，顺便把我也给救了。哎呀，谢谢你们啊，救了我。但是我这个大块都很笨的，不知道要干嘛呀。不会真的那么傻吧？哇，铁锹是我的武器。哟，开始了！我是从上面下来的。什么情况？冲啊！还有体力限制的。什么东西啊？啊，打你！感觉我像掘墓者呀，
哦呦，这是人类吗？啊！小不点，在我大块头面前，你想干嘛？挠痒痒啊！都是僵尸吗？什么东西啊这些？哎呦，有没有换新的武器？这铁锹太不给力了吧！逃出单元区。好的好的，现在我的任务是要逃出去。那边是人类在管理这些犯人是吧？哎！为什么这人冲向我，想打我，而被那些人给阻止了呀？好奇怪啊！就感觉分不清谁敌谁友了。太吵了，我要生气了！冲啊！没体力了，歇会儿。哟，干什么？干什么呀？这不知道冲过来干什么？哟吼，打我干嘛呀？踩扁了，冲啊！他们想阻止我呀，保安区被占领了。上面在打枪啊！来吧，能不能换武器啊？什么时候能换武器？他们没有发现我这个大块头已经逃走了吗？检查安全，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我想看一下这些长什么样子的啊！头上有个什么东西啊？哎呦！拿一把小铁锹，好搞笑！电梯，上楼。哦，什么声音啊？感觉楼上有一场恶战呢。隔挡啊，居然还能隔挡啊，还能推。哦，我出来了，这边好像有个人哎，这换武器了吧？应该是。哦，有枪啊！终于不是近战的了。咦，这个好像就是之前的那个女士哎。Great， 一枪崩了她。Gone for blood too, criminal。哇，痛死了！哇，耶，好痛啊！干什么？ Said you were a loyal servant of the throne. Yes. True.合作，跟他合作。Then prove it。正好证明给他看，因为在之前的剧情中说没法证明给他看了，但是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证明了。瞄准，攻击。霰弹枪啊！怎么就……哎，不要占什么一发子弹，打的不是很爽啊！打一发装一发，切换为近战武器，有时候还是近战武器爽啊。Cross me and you're dead.还嘴硬，还嘴硬，这个人还嘴硬啊！冲啊，女士，跟上，跟上，别管后面了，直接上啊！前面就可以逃出去了，快来，快来！我这个大块头真的能上飞机吗？我的同类吗？需要重新校准，但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的怪物涌过来吧。Great. 开始了。哇，这是我的同类吧？
嘿，你的枪给我用用呗。喂，不，你这个为什么是全自动步枪一样的？啊，我是喷子，喷子也就算了，打一发装一发，打的不是很过瘾啊？好像其他地方都不会来怪物哎，只有这个地方会来哦。哇，那直接对着这个地方扫射不就好了吗？这个时候我觉得啊，近战爽。还是近战爽啊。格挡，推推推推推推，啊，就是近战爽啊！砰，来一枪！哦，很爽啊，感觉这游戏玩的会很爽啊！还有吗？喂，武器借我用用。呀，我不走吗？ Well, you coming or not? 来呀！ You helped me. Maybe I can help you. No promises. Probably wind up dead. I was dead anyway. Very poetic.来到了大本营吗？这应该算是游戏的大厅，这是在整个飞船里面的耶。哇，这真的好豪华呀。嘿，女士，我来了。哎，这个大块头为什么每次都是半蹲姿势的呀？ Is this kind of no-opa the best we can recruit these days? This one could be useful. Claims to be a loyal servant of the throne.如果说我换成其他的人物的话，是不是讲的对话也不一样？ You're fresh meat. Mission briefings come through me. Let's see what you can do. 现在可以访问终端任务了。哟，这是其他玩家吗？这都是真的玩家哎。不过为什么其他人都选的都是小体型的人类呢？就我选这个大块头吗？查看终端任务，这是一个巨大的城市。城市的话，里面有很多的小区域，每个区域的话还有不同的东西啊。任务开始了，但是只有两个人，两个人完成任务吗？哦，我这么大的一个大块头，坐这么小的凳子吗？这么小的凳子能容得了我这么大的屁股吗？就不能换一个大一点的凳子吗？哎呦，真是的！这次的任务地点是在熔炼厂，简单来讲呢，就是要重启熔炉就可以了。哟，怎么还多了两个人啊？这两个不会是机器人吧？哎，真的是机器人哎！但不过后续如果有真人玩家进来的话，应该会顶替机器人吧？然后有一个次要的任务是找回圣经。哟，又来了，跟我一样的大块头。还有一个机器人，不知道会被谁顶替呢。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这是我的兄弟啊。两兄弟一起打架，两个大块头。我的队友呢？还在那儿。现在已经没有机器人了，但是有一个人在挂机，真不知道在干什么。不管他了，我们先走了。这个次要任务找回圣经的话随缘吧，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喂，他们在干嘛呀？他们这几个胆小鬼在这守着的吗？啊，一枪崩了你，哼，没有用。哎呦，我这把枪是打一发装一发子弹的呀，这个武器打的不是很爽啊。哇，什么东西哦？哇，什么东西这个？哇，冲，往前冲。哇，你这什么枪啊？哎，你这枪打得爽啊，我也一样。啊，冲！哦，但是我这个好像并没有什么伤害啊，只是把他们推开，为队友开辟道路的好技能。我等会儿出去也要买他的这把枪，我那把枪太爽了，我这把枪打得不够过瘾啊。等一下，我那个队友怎么回事？他有危险。哦呦，哦呦，哦呦，哎呀，他倒地了。哇，哎呦，怎么还有这个东西啊？哦呦，哦，先走了，先走了，不管他了，不管他了，先冲了，先冲了，不管他了。
那怪物只要找不到我就没事吧？你放阴枪，放阴枪，放阴枪啊你啊！能不能拿他的枪啊？这他怎么冲过来了？哎，这什么东西？我是个炸弹。来，你过来。哦，哇，他这个盾牌，这个盾牌怎么打他呀？好难打呀！哦呦，救命啊！我现在找队友去了。哦，他怎么一直在后面追着我？哦吼，他跑得好快啊！队友，救救我！哎，后面有个大块头，兄弟，看后面，看看后面。哎，也不在了，不在了就好。开音枪，我让你开音枪，找上个东西，哦，弹药，哇，又有个大块头，哦，这是什么东西？哦，这什么？医疗站，哇，这是补血的呀，哇，这什么东西啊？补血的居然是这样子的，好可怕。血满了，又有战斗力了，呼叫补给升降机。好了，我叫了。谁打我呀？一直在打我。哎呦，我不给你点颜色瞧瞧。哟，好多！哇，这也太多了吧！冲啊！直接把他们推开！哎。哇，爽！如果有一把好的近战武器的话会更爽。这补给怎么来的这么慢？哇，这也太慢了吧。啊啊，有狗，哎，救我啊，兄弟们，救救我，我被狗扑倒了，好可怕呀。快打呀，你枪法好一点，瞄准点。哎呦，臭狗，臭狗啊，队友有危险，先救队友再说。大块头，我来救你了。哟，怎么又有人被困住了，被束缚住了？呀，我快死了！哦，到了，到了，到了，走走走，快快快快快快快，进电梯，进电梯。进来，进来！别打了，进来呀！哎，再不进来我要死了！哎呦，早该这样的嘛！哎呀，真是的，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这怎么这么慢？还没到？哎，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本圣经了呀！居然找到了！送你一个手雷，这手雷能爆炸吗？给你个手雷，爆炸！他怎么不爆炸的呀？哎呦，什么东西啊？这里他有触手啊！摧毁恶魔增生体，这是恶魔增生体啊！啊，这鬼地方怎么会有恶魔？这触手能不能直接打了？它的源头在哪儿啊？这边还有一个，他又往那边伸过去了，一个子弹。哇，这什么？哦，死了吧？哦，还没出生就死了。启动熔炉，熔炉在哪呢？哇，这个熔炉坏掉了，不会是被恶魔给弄坏的吧？来追我呀！哎呦哎呦，你还敢打我？这什么？圣经。哦，还差最后一本，这样的话次要任务就完成了。又是一个医疗站，但是现在我不需要。哎，啊，不用白不用吧。还差最后一个，该谁用了？用完就没有了，用完就关闭了，只能四个人用。那我可不可以抢占一个位置呢？哇，好多哦！先不要下去，让他们爬上来。哟，爽！
走开！怎么这么多？打不死的吗？感觉我这个近战武器威力不是很高啊。打完这把应该升级了，然后也有钱了，肯定是会有一个商店的升级武器，到时候去看看吧。什么东西？吓我一跳！嘿，兄弟，这把枪借我玩玩呗？这怎么扔枪啊？啊！我倒了。哦，还是兄弟好啊，兄弟救了我，兄弟我爱你呀。卡在里面了，能不能把他给推下去？推不下去了。医疗箱，哦，可以可以可以，我好像拿到医疗箱了。这个是医疗箱，到时候可以用。真不错，真不错。怎么又是恶魔增身体？怎么这么多恶魔？这里应该就是熔炉了。哇，下面都是岩浆，我掉下去肯定死。爆破者是自爆的吗？哦，哇，真的是自爆的。哎呦，打！哇，这是个巨大的眼睛，还有蛆，哎呦，好恶心。哦，就是这儿，还有个恶魔增身体。呀，好多，太多了吧这里。哟，谁的炸弹？消灭最后的感染，前方。哎呀，你们这些人是真的烦呐！冲啊！哎呀，天，我差点掉下去！快快快，跟上，跟上，跟上！就是这儿了吧？就是这儿了吧？哟，又有恶魔增身体，打爆你的三只眼！再来，能不能把源头给打了呀？不行啊！好，可以了，唤醒熔炉机器，冲啊！在这里，在这里，我来，我来，这个任务交给我，激活。哦，这算激活了吧？哦，激活了，激活了。有补血的，哎，这个正好，清理该区域啊，这么麻烦的吗？哇，太多了吧，能不能把他们推下去？给他们地形杀，好像并没有什么用啊。哟，这里太多了吧，哇，这里好多，很爽啊，像割草一样的。哎，好了，清理完毕，大门打开，撤离撤离撤离，冲啊！我要第一个，别跟我抢第一个，先关了，哎，关不了，必须等队友来了才能关。嘿，你们这几个人跑得挺快的，哦，完成了吧？飞机来了，完成了，撤离，耶，完成。用时23分钟，真不错，真好玩，真好玩！耶，我升级喽，又有钱喽，去武器商店看看有什么武器。哇，有这么多，还有铲子可以买啊，7000多，这也太贵了吧！还有其他的近战武器，哦，就是这把枪，看前置弹药有15发，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这把枪会玩得很爽啊，不像我之前那把武器，打一发装一发子弹，太不过瘾了。之后的话肯定还有更新其他的武器的啊，肯定不止这些。我觉得我买了2种武器，一种是近战的，一种是霰弹枪，把我的霰弹枪给换了。哎呀，我之前那个是什么垃圾枪，
这个游戏不仅仅有我之前玩过的地图啊，还有其他的地图，每一张地图呢都有不同的任务，也会随机出现一些次要任务，比如说获取魔法书。目前这个游戏还是刚出的啊，以后肯定会有更新更多的地图，更多的任务。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先暂时到这里吧。这个游戏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还挺期待后续的更新。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试一下哦。有缘分的话，我们也可以一起玩哟。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